好的，感谢你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降，叮当人不让，世界充满爱你，没商量，铮亮银锣，爱你在他乡还好吗？妈在爱我一次之时，破竹篮打出一场独一人格无敌的我寡不敌众之势。来看这场比赛，今天的天气近乎完美啊！晴朗的天空在泛着光下显得更加辽阔。哎呀，心情也不错。两队的表现啊，不要给我们添堵啊！ 老特拉福德球场是球迷心中独一无二的存在，特别是西看台留下了许多精彩的画面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。曼联对阵巴黎圣日耳曼，卡兰内尔梅西，因西涅将球塞过去，后脚攻门，门将做出了精彩的扑救。 因西涅，博罗诺费尔南德斯打球，精彩的对决看得我是心花怒放啊！我说的是看台上的美女啊，近距离人员密集，进球的机会很小，除非有奇迹出现。哎，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呀。C 罗这球传得不够好，想法很好，跑位很机灵，不过就像你说的，传球太让人失望。 诡异的乌龙啊，本来是想帮助球队，这真是太不走运了，恐怕这种事儿每个人都会遇上。只是一瞬间的混乱，但是没有人能改变这个乌龙的事实啊。在这样的对决中，双方都不会给对手多少机会，所以说一个错误很可能改变比赛的结局。想要穿透防线，因西涅，他获得了射门的空间。中路有几名队友在接应。 德布劳内，排除了险情，球出了边线，华丽的脚下动作，已经有人在准备抢点了。现在无人持球，内马尔，他抬脚射门，真是万万没想到，他在门前的位置那么好，想着这球必进无疑，可惜还是莫名其妙的不中。 直塞，向外侧找到了侧翼，踢到射门，迅速向前场推进。内马尔巧妙的传球，球在梅西脚下。梅西确实有自信，也有能力那样的控球，但是稍微带多了几步，应该早点把球传出去，因为接应的球员已经拍马赶到了。 德里赫特，德里赫特试图快速发动进攻，因西涅将球传到边路，漂亮的解围非常关键，球被拦截。 在莱昂内尔·梅西脚下，里杰卡尔德，巴斯滕拿球，托尼克罗斯抢了回来。针对他的防守做得很好，就是不让他转身或者射门。你们想限制住他，这就是最好的方法。这个越位被发现了，范迪克。 梅西，这肯定不是他想要的传球效果。传球，C 罗，梅西，送出直塞，有机会打门，他抬脚。
摆脱防守进球的动作就像一只泥鳅一样，后卫怎么抓也抓不住啊！精彩，这显然让比赛更具观赏性。的确，在面对强敌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把握这样的机会。我想这很可能会成为一场经典的大战。传球的时机，边裁举旗越位，把内马尔打席尔瓦，机会能否把握住机会？反击就得这么打，迅速果断，毫不留情，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反击。曼联取得领先优势，毫无疑问这个传球还不够合理啊。这个带球很漂亮，看看会做出怎样的选择。梅西传了一记好球，林奇尼对他来说球的落点不是很好，梅西漂亮的直塞球，裁判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，头四十五分钟出现三次进球，比赛非常精彩，双方只打一球，落后还不算倒霉啊，加个乌龙球那才是雪上加霜的悲剧。他们得想想该往哪方面改善一下了，否则后面的形势只会更糟。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一起回到比赛。巴黎圣日耳曼必须尽快的扳回一球啊，让这个局势恢复平衡。你要这个大胆进攻，还要兼顾防守，所以说这个时候需要经验丰富的球员站出来发挥作用。直接面对门将，前脚打门，有两球保障，比赛十拿九稳。曼联不会放过任何一次中场传球的失误，短短几秒就结束了战斗。他已经进了两个球，毫无疑问他还要进更多。曼联再入一球之后优势就非常明显了。我想现在的比分很好地反映了比赛的场面，他们完全有机会杀死比赛悬念。托尼克罗斯， C 罗拿球想要穿透防线，罗纳特跑向了接球位置，究竟谁能抢到球呢？因西涅，内马尔拿球，迪亚哥有机会射门，雅哥捕捉机会的嗅觉很好，可惜最后无功而返。试图直塞，拉莫斯位置非常好，断球成功。 C 罗，阿斯滕，阿斯滕起脚打门，很有威胁，可惜没能破门。如果他想做得更好，就必须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技术和把握时机的能力。刚才的脚法不够合理啊，所以说并没有太大的威胁。本杰明·帕瓦试图长传寻找队友，布鲁诺·费尔南德斯把内马尔打席尔瓦。双方纠缠在一起，球丢了。因西涅，哎，好像就乐于通过这种身体的对抗来解决问题哈。阿
的跑位，拦截更是销魂，球迷们看的都是魂。是的，他犯规了。我想刚才裁判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，那是他最后一次机会。漂亮，高难度的扑救，德布劳内。不得不承认刚才的扑救非常精彩，客观地说呀，这次扑救确实值得嘉奖。尹锡涅，他很擅长利用身体啊，在力量上确实有优势。球在尹锡涅脚下， C 罗，德布劳内，C 罗，伊亚哥，内马尔，达西尔瓦拿球，梅西，C 罗，布劳内掉过头顶，这次抢断非常关键。德里赫特直接传到前场，发起反击，内马尔，罗纳特，他一路狂带，尹锡打一脚，他出现在那里把球破坏掉。这脚踢得很远，刚刚丢球就以训练不这样的道理，而蒋丁当仁不让的速度把球抢了回来。里杰卡尔德漂亮的抢断，好球，德布劳内，巴斯滕拿球，巴斯滕，巴斯滕，同时教练员做出了换人的调整，哦，现在要同时换掉两人，这可能意味着他们要换打法了。看来那是梅西起球，纵身跃起，裁判的哨响了，估计吹的是越位。拉莫斯漂亮的抢断， C 罗被放倒了，犯规。不管他再怎么球形抗议，裁判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了，他的队友只能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应战了。里杰卡尔德，好机会，内马尔展现了娴熟的带球技术，内马尔
将球塞过去，直接射门。绝对的死角，门将只能行注目礼。有时候不多想反而会有好结果，这球就是个好例子，部位打得很正，门将无计可施。曼联取得三球领先的优势，对手队员们是完全不在状态，是在忙着生二胎吗？ C 罗，他能完成射门吗？梅西，梅西，这是全场比赛最后一次射门，巴黎圣日耳曼溃不成军，比赛结果没有任何争议，比分差距本来有可能更大。德高望重的苗指导，你对今天的比赛有何看法？应该说在今天的比赛中，双方都表现出了非常强的求胜欲望，拼抢非常积极，球员们的专注和投入成就了这场精彩的比赛，我相信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。现在我们即将进入尾